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啊，郭老师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功夫哦，我们要不要展示一下？厉害的噻，要吗？当然要啊，有很厉害的功夫。郭老师，你不是会让竹子动吗？竹子啊，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郭老师的那个竹子洞吧。哇，压箱宝要拿出来。压箱宝啊，一定的，压轴的啊，压轴。哦，老师这个是两根竹竿，對對對對，老师的拿手绝活。这个哦，为什么会有一个男的纸人，女的呢？就是直接是纸人。这个其实是和合术的一种。和合术的一种，就是感情如果不好，需要让感情变好，就可以做和合术。那假设今天你们刚分手，不会再复合，我怎么念咒都合不起来。如果你现在是处于热恋期，那这个竹子就跑了。所以他也可以看出你们的感情状况。对，感情状况。那你拿的话，就代表你现在的感情状况。OK， 如果合不起来，就表示你现在可能处于吵架或分手当中。哇，那就刚刚在外面猜拳是你了。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吧？很好奇我们的竹竿会显现出什么样的状况？像我跟吴尊的感情就会这个马上就是无所遁形的。对。那今天就派出我们的这个吴尊来帮我们测试一下他的感情状况。怎么跟刚刚在门口讲的不一样？我看得出来，这个女生一直想要挣脱，然后一直想要绕跑，可是这个男生呢，就是苦苦哀求的感觉，因为他一直在这个下方，然后一直在追着这个女生往上爬，这样。对，我跟吴尊的感情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一直想要挣脱，找到一个帅的。是不是有完全符合到你的这个感情状况？刚竟然不想讲的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是因为我手机上没有动。然后他就是自己就咕咕然后就跳高，跳高。然后其实我有试着要偷偷的，就是把他们就是掰开，弄分开，因为我想说看能不能。我有发现的。你想要抵抗？对。然后他就跟越来越靠近我。害我那么喘。哎呀！MF 哥大了瓜，碎了瓜，搞到大力汗、小力汗，他故意把他搬开，我那一直吹，一直吹。然后我就拿五金试着要把他搬开，就把他一直，然后又把他弄低，我又一直把他弄高。我到现在都还在喘呢。他多运动啊，老师。什么呀？可是你在感情上要多用心，好不好？他的赘肉都跑到这边来，明明他都不爱运动。对。老师，可是我有好奇，我刚刚发现那个竹竿的现象啊，是女生的那个纸一直在处在比较高的位置，然后男生的纸一直在比较低的位置，这样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女方女上男下的那种概念？也有可能啊。哦，啊，不然就是他手偷偷的动。这个我就没有试到。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别跑很兄弟的节目，是我们的 YT 频道，我们的 FB， 然后还有我们郭老师的这个粉专，是要打什么搜寻呢？
然后三大道院啊 ，YouTube 的话是失落的符号过定路，是，希望大家多多的关心。有空呢，也可以来到英哥老师的庙走一走，可以让你的这个身心里可以获得平静，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边解决，有什么愿望呢，都可以在这边说出来。没错，今天非常谢谢老师，别跑兄弟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那老师，等一下请我们吃什么？火锅啊。好。